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冰淇淋老师。今天跟着老师画一画，要来学画猪。首先一个半圆，然后下面是圆滚滚的，接着它的耳朵，然后它大大圆鼓鼓的身体，然后它的脚，还有它的小尾巴，接着我们可以画它的眼睛，还有它的猪鼻子，两个大大的鼻孔，小腮红，这样猪就完成喽，是不是很简单啊？小朋友，猪还可以怎么画呢？发挥你的创意吧！我是冰淇淋老师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